咱两个在说笑，整整三年，相处之中，我是 Sime Nkemeni Darrin 一名留学生。我在中国已经生活了三年多的时间。我的学校河南大学有着100多年的历史。我在这里的材料学院攻读研究生，而学校坐落的小城更加古老。它在1000多年前大名鼎鼎，被称作汴京。你干的自己第三十五集。我的同学们都喜欢追一部中国电视剧，叫做《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从那里可以依稀感受到这座小城曾经作为国际大都市的样子。我很喜欢这座城市，因为它总是能够带给我惊喜，经常把一个个制服的答案摆在我的面前。知否，从我的学校骑车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黄河。没想到这条被中国人称为母亲的河流离我的学校这么近，一座百年学府和一条久居黄河深情凝望。黄河用中华文明滋养着学校，学校用人文科学回报着黄河。现在这条黄河的文化价值再次进入中国的核心视野，我的学校也在向着一流的目标迈进，而我就在黄河与学校的对望中渐渐了解了中国，渐渐爱上了两国交汇的这座小城开封。知否，开封不大，但是它容纳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大宋。这里有简单和热心的人，这里还有会讲故事的建筑。当你行走在这座城市的胡同和小巷，你能听到具有烟火气的打招呼，吃了么？这里有被园林环绕的城墙，有贯穿整个城市的水系。运动开启了一天的节奏，广场舞总结了一天的幸福。不经意间走进斑驳的堰墙，古老的剧种正在上演着曾经的悲欢。这里的夜市从北宋开到了今天，李氏的香味也弥漫了1000多年。总之，这里好像在时光之外，这里又好像和烟火人间近在咫尺。知否，我在那个胡同中的剧团里认识了徐兄，又因为古老的剧种介绍了很多中国朋友。我在戏剧的节奏和韵律中感受到了中国人内心的情感，我在一字一句的千锤百炼中找到了一种古老文化的精神。帽子往上，看他去一拜。我的导师是一名严谨的学者，但是他并不反对我在中国艺术方面的学习，甚至还很支持我在这些文化中的行走。因为在艺术学习中培养起来的敏锐和热情，极大地帮助了我在实验室的学习。我想这有可能是由于这所学校在建校之初就形成的独特气质所影响，那就是开放包容。比如学习化学的马克成为中国著名的音乐家，而我学习材料学科的留学生也爱上中国戏剧。科学的引领和艺术的滋养使我的生活特别充实，也遇见了一个个惊喜。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都很乐意分享我在戏剧中得到的快乐。当然，这样的快乐也会被我
通过网络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中国和世界在我的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对话和交流，这让我很开心。知否，每天早晨我在蔡继权的呼吸中紧紧地观察身边的世界，发现身边平凡之物的不平凡之处。我尝试去搜索并感受大家习以为常中的不平常。在这里既有小城市的乐活与从容，也有大城市的数字和速度。当我想家的时候，视频电话能让我和千里之外的家人面对面的说话，便捷的网络可以让我学习享受这个国家所有现代文明发展的成果。只要我想，就可以学习一部跨处慢生活，乘坐高铁去各地体验中国速度。我觉得这就是当代的中国。目前在中国有很多像开封一样的城市，他们既能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自己的根脉，形成独特的气质，同时又在不断的发展中融入世界沟通全球。知否，我已经把自己和这座城市紧密地连在了一起。我希望通过我的眼睛让更多的人看到我的学校，这座城市还有那条黄河。我希望通过我的脚步替大家走遍这里的每一条小巷和每一处文化遗存。我希望通过我的唱腔让更多的朋友爱上这里的生活，了解正在发展的中国。我希望通过这段视频为以上的愿望做出见证。知否，我给自己起了一个新的中文名字刘变京。